豆干、鸡爪、鸡胗、卤肉饭、干面、刺身汤、肉包、排骨汤、粽子。哇！いただきます。我来帮你们服务吧。我为你服务。可以看这个镜头。可以。在 YouTube 一定的呀。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总统在旁边啊。珍珠奶茶。怎么样？我在不同的台湾的地方都有看到有日本的旅客，尤其是年轻人到台湾来。那日本人到台湾喜欢吃什么？我觉得珍珠奶茶。不过我听说日本人喜欢喝珍珠奶茶，而且珍珠在很多的菜里都出现了。我听说有放在这个拉面里面的珍珠。有，还有放在麻婆豆腐里面的珍珠。有。除了珍珠奶茶呢？臭豆腐。大喜欢臭豆腐。卤肉饭吧。卤肉饭好吃。牛肉面。牛肉面。日本人喜欢吃牛肉面。一定一定。有加辣的吗？牛肉面要放点辣椒才好吃。真的？对。马上来试试看。那总统，你有看过我们的大胃王节目？哦，有，日本人很会吃了耶。但是我又想说，吃这么多，应该多吃一点水果比较好。台湾是出产很多好吃的水果的地方。听说日本有一个节目做了一个开箱世家，你们吃过世家？好，来。那个就是世家。在夜市里面看过的。有。有没有吃过？没有。我们可以打开来吃吗？可以。我直接打开，用手打开。用手，哎，这个好像还没有熟。是的。三元，你可以吗？帮我放吧。可以。这就是世家，来吃一点。谢谢。这个就放在嘴巴里。谢谢。那我们吃吃看。很甜很甜，一定要说好吃。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在日本没有这种水果，对，因为这个运输比较困难，成熟的时候比较软，运输比较，所以这个要到台湾来吃。希望日本人到台湾吃世家，非常好吃。台湾有很多好东西，珍珠奶茶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哇，很好哎！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日本人看了你们的节目之后，可以到台湾来享受我们的台湾的风景跟美食。交给我们，那就要交给你们喽。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跟我们推广台湾。我有一个东西要送给各位。什么东西？太好了吧！珍珠奶茶吗？这个比珍珠奶茶还要好。台湾的形状。可爱。旅行可以用。这样睡觉。不是。你先把它打开来。打开来。这样不行。它怎么变小飞侠了？这个吗？抱枕。可以在我们的总统府纪念品中心可以买得到。哇，真的，这个很好哎，很好睡耶。我要问问各位有没有去过总统府啊？好像没有吧。台湾的总统府今年已经100年了，所以欢迎大家到总统府去参观。很厉害呀。我们也欢迎大家去申请在总统府住一个晚上的活动。可以。太厉害了吧！是，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请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
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，敬请期待。